好啊嘛，咁因为我知道喺嗰度做，跟住可以摆上 YouTube 噶嘛，系咪？咁我梗系攞去反映啦，钱又好少啦，港台比较钱嘅啫。咁跟住佢揾唔到人做，我提议揾阿叶刘，阿叶刘又攞去反映喎。咁但系呢次系真系计错数啦，老猫少数，因为佢唔讲嘢，佢一嚟一招啊唔讲嘢咁，但系佢要曝光，佢唔讲嘢，咁佢唔讲嘢冇得俾我打，咁都好睇佢节目。咁后屘我同佢度，唔好啦，揾多一批。咁啊，嗱，刘江华、散华仔多对兄姐，咁好睇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好啦，咁啊，一人即系两个 part， 两 part 咁样，咁啊，加埋4集，然后后屘嗰4集就捞乱佢。嗱，我对阿刘江华一集，对刘伟英一集，错开。咁啊，最后嗰集就大团圆结局，就四个一齐做咁样。嗰集咧，我就讲六四，因为嗰集咧同佢哋讲，即系设计话讲咩嘅时候，我哋话讲六四，佢哋唔制啊嘛。边个唔制呢？刘江华唔制，叶刘淑仪唔制嘛。但我到时夹硬讲你吹咩？我继续讲六四，反讲六四，嗰阵5月几出嘅，我反讲六四，但好得意个收视率。我做嗰啲，我做逢系有我做咧，最低收视都有4点，最高试过6点。一换咗刘江华对刘慧卿得翻2点，叶刘淑仪对刘江华仲见，冇得悭，唔睇添啊！佢港台自己同我講俾收視率，我話：因為你嘅犀利，我哋而家先知咩咩？咁我俾我做啦，冇得做。嗱咁佢會俾你做，係咪？電台唔使講啦，你即係當然，即係魚爭炒我魷魚，佢就諗到一樣嘢咁啊！我踢你出門口，冇一個電台會揾你做，我先會炒你魷魚。如果我踢你出呢個門口，有一個電台請你做，我都唔會炒你魷魚啦。大佬，你變咗我競爭者。但天有眼喎，佢而家跌到趴街喎，蝕本喎，財源喎，而家即係證明冇我同大班唔得啦，係咪？咁我好心涼，心涼都冇用，你都係冇得曝光嘛，大佬係咪？跟住仲心涼嘅，我而家立法會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咧，跟住第三、第四年我係呢個 panel 嘅主席嘅，我 set agenda， 其中一個 agenda 就係商業電台。呢、这個發牌中期檢討，商台要俾錢，邊度俾錢佢聽嘅？點會聽嚟聽去聽李慧玲、才子，有邊個啊？朝頭早嗰個在晴朗一天蒸發，冇聽嘅，係咪？我哋而家喺個互聯網上邊，我哋已經打贏咗香港電台同埋商業電台。嗱，所以咧，其實嗱，我哋今日唔係我哋傳教嘅，真係嘅。上帝閂咗個窗開，咪閂咗道門開個窗俾你，個窗唔大嗰道門。所以做人咧，就唔使即係懷憂喪志嘅，遇到逆境。所以我成日走去幫人哋講逆境求生嘅。講到逆境求生，即係寫文言係最好嘢啦，係咪？喺議會裏邊掟蕉，俾人鬧到趴街，係嘛？跟住掃場搣呢個曾俊華嗰個財政預算案嘅人話：，唉，掟蕉咪好咯，做咩要掃場咧？係嘛？到跟住講撲街，話唔係啊嘛，掟蕉掃場咪好咯，粗口都出埋。咁喎，下次我做啲重擊嘅咧，佢認為我粗口都冇問題嘅咯喎。嗱，我哋而家即係先睇下，嗱，俾段片大家睇下先啊。就係、是、睇鋪下街先，鋪下街，整段鋪下街俾你睇。點解我哋要鋪街？點解要鬧佢鋪街？點解？大家可以睇下先啊！我唞一唞再講。有兩個鐘頭，好長。咁所以曾玉成個裁決就好正，佢呢個係 non-parliamentary language。咁個主席有權裁決啦，你唔好講。你如果繼續講，我請你上，就咁簡單啫嘛，係咪先？係嘛？我哋講呢個鋪街嘅時候，俾人鬧到鋪街啦，係咪？但係跟住我哋印件 T 恤，曾蔭權而真撲街，你而家著緊嗰兩件。7.1大遊行賣咗1000件，收咗10皮。呢啲就係典型逆境求生，化負面為資產咁嘅嘢，係嘛？所以香港咧，你搞政治鬥爭咁啊？呢啲係你嗰啲玩啊！真係好似毛澤東話齋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系嘛？要用脑噶嘛，系嘛？有啲人俾人咁样揼两揼，已经谢晒啦。佢哋民主党同埋公民党联合开记者招待会，谴责我哋，认为我哋呢啲系暴力喺议会里边。哇，咁都得啊，系嘛？跟住我整翻篇嘢
回敬佢，叫做不怕孤狼才可獨落，有印衫啦，而家又出書啦。我而家出一本新書叫《不怕孤立才可獨立》啊，係宣揚社民連嘅議會抗爭嘅，係嘛？我翻到呢本書就引起嘅啦，係嘛？呢啲就係逆境求生。呢、這個逆境求生，我哋不但只面對個逆境，係要面對共產黨嗰個打壓，特區政府嘅打壓，我哋要面對啲所謂自己有嗰種犬儒鄉縣，係嘛？所以社民連行緊一條係極其艱難嘅道路，各位。但係行咗三年啦，而家係咪？我哋舊年去選舉嘅時候真係淒涼啊！報紙唔登嘅，登嗰啲民調咧低到不得了嘅，啲中庭要唔知做咩民調，低到咧長毛得三點，三點邊有得贏啊？大佬喺新界東，我得四點啫。在九龍西點贏啊？冇猛正十七點啊！我得四點的時候投票結果，我成廿點，他輸我二萬票，所以可見啲民調都係真係有少少呃人。咁點解啲民調會咁低啊？因為你主流傳媒唔報導你，初初人哋睇我哋唔起，話五零部隊，到我哋攞到三席之後，而家嗰啲反對我哋嘅人話。我哋可以攞五席，因為比例代表制，咁啊改比例代表制啦，笨啊嘛，改咗佢做單議席單票制咪得咯，係咪？你又唔敢改，係咪？其實我哋喺上一屆都係五席嘅，我哋計翻個得票同埋嗰個即係，因為個選區咧劃過九龍東，原本五席嘅就變成四席。九龙西原本四席就加多一席，嗰席咪俾咗老鼠分咯。我排第二啊，赢紧嘅，我输俾共产党千四票啫嘛，输俾成个共产党千四票都算好嘢啦，系嘛？系咪？我得咗好多票，最低票嗰个九龙西当选嘅可以攞到一个位系万九票，我三万七千几，系嘛？陶君衡喺九龙东系排第五位，输俾阿特首梁家杰几千票嘅。最後嗰個禮拜，陶君衡啲票係咁上，呢、這個梁家傑係咁跌。如果選舉褪後一個禮拜，社民連贏咗梁家傑咧，真係變天啦！真係嗰班大財嘅殺死我添啊！我哋五席嘅九龍東係陶君衡可以贏嘅。香港島如果盧永樂唔係晨早踢我哋攞油，係嘛？佢加牛三萬幾票，若未輸咗，所以我哋睇翻，我唔敢講啫嘛，你明唔明啊？費事啲人串我嘛，當時我唔敢講嘅，即係選完之後，我哋自己內部做檢討，發現原來我哋個內部值嘅。嗱，點解會咁咧？民主派嘅人佢冇去反省，淨係話喺個政治光譜裏邊咧，點都有啲激進派嘅，咁有百分之十支持佢哋，咁又比例代表制，佢哋攞到三幾席又唔出奇，佢哋冇反省嘅，佢哋啲選票不斷咁樣流失。佢選票流失嘅原因，一部分係流失咗去嗰啲中間派嗰度，中間偏政府嗰邊；一部分係流失咗嚟呢啲激進派嗰度。佢哋上一次嘅選舉，民主黨得八席，佢算好彩嘅，係嘛？加埋劉慧卿先九席，呢、這個都係鬥爭嚟啊，大佬！一講笑啊，係嘛？咁咪就坐住喺度，得十個八個嘅啫嘛，係咪先？每個黨都有一個喺度㗎。因為你要研究個議事規則啊嘛，係咪？我話你可以批評我，但你唔應該提出喺議事規則委員會裏邊去討論，因為一討論即係要修改議事規則，修改議事規則即係要收緊，你就變咗雙養變法，到最後你俾人五馬分屍，就作法自斃，唔知佢識唔識聽，係咪？結果係咩啊？議事規則委員會不討論呢個問題。因為他們轉軌，公民黨和民主黨去到議事規則委員會的時候開會傾過，我們認為你這件事不需要在議事規則委員會討論，因為議事規則已經有足夠對這些不守規矩的議員有足夠的規範。那我們那個處境就是這樣，我當時寫過篇文，就是說我們在前面衝鋒陷陣，我們的同志就在背後開槍，是吧？咁點搞啫？廿年來你喺個立法會裏邊斯斯文文，係吧？你日日喺度同佢講道理，佢當你發噏瘋。